八王输得最冤的一局，胜利近在眼前，却被夜风天秀宇宙幻影。夜风八王打三问啊，双方都用一个主力加两个问号啊，也不是说主力吧啊，都用一个龙二。那这种规则的话，对八王肯定很友好啊。夜风毕竟玩这个龙二啊，只能算是半个主力啊。抽一个边，哎，闪身队来死。龙二的升龙技啊，是一个破绽呢、啊。这一把一看啊，就非常的稳了。跳跌，想捅一个中段，捅不过，好，继续下棋对空。哎，收招，哎，这波有缝歇，还在那里加招。好，哎，什么鬼？跳 B 可以带抓了呀。最后一个角色一拳超人来了。哎呀，看到一拳超人，我感觉这把霸王的脸又有肿了。稳住稳住，漂亮，踢的 nice。 好，跳低，哎，跳低之后也没有后续动作啊，什么鬼。好，这把举高高摔死了。二发棍子啊，先开局爆个气，太近了。哦呀，这个下吸很重啊。好，向杀。哦，哎，失误。好，再抓，空血了。KO。 在我的视频里哈，霸王是吃宇宙幻影最多的，这局又来了。隐隐感觉霸王的脸又要疼了，三星对空，好漂亮哈！哎，好打一下，完了这一套刚好晕了呀！你还是个叛徒！我去，舒服啊，打死你啊！好，关注学学不会走丢。